一条珠子，她给我不停的发消息，1000块钱。那条珠子，她老公骂她，红润度要够。如果是说这种颜色淡了，它就是属于橘红色了。你看，这种又冰又……你看看，像这种他们都不喜欢，连我自己我都不喜欢这种稍微就带点橘红色的啊。它还是有区别的，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个真的是一点都开不得玩笑。肯定是的嘛，这个吊坠都没有这个颜色好，没有这个浮瓜的颜色好。你看嘛，你对比嘛，就是浮瓜颜色要好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这种就可以，这还有没有？再挑一挑。上次那批葫芦，人家都收到过好评了，全好评，没有一个差评，全都是那种好评特别高的。然后他这一次他做出了一些18K金的浮瓜，这批浮瓜也是真的非常的在线。它上面的话带了一个18K金的扣头，我明天就要测了，你不给我露吗？露，这个小了一点，这个有点，我就不要，这个有点瑕疵，这两个我都不放给你。浮瓜的话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，就是呱呱来财。然后呢，招气满满，福气满满啊！然后寓意特别好，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一个毛衣的大吊坠，做出来超级 YYDS， 也可以配链子，也可以配绳子，配出来超级漂亮。看我诚不诚实，小的都拿掉，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会做这么久，对不对？我跟老板娘合作了差不多，钱给多多的，有五年了吧？别的不要说，五年了吧？五六年了，五六年，就说个卖价给我，这个啊。这个我们是卖1600一个，给我的价格应该不要这么高，是不是嘛？就这批形状好，给你1400一个。这批的话有水滴，有浮瓜，然后的话形状好，颜色红，而且特别的冰。这个颜色能达到宝山的景红色，颜色特别的好，而且是冰景红哦，品质在线，特别好看。能不能打低一点，大姐？你都说了颜色那么好，那我说它不行，但是我料子也贵呀。说个卖价给我，不要睁着眼说瞎话啊！什么叫不行？颜色那么好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是算800一件，不卖。800一单了，你问一下你老公，快点。不用问，不用问，我做主。你做个毛线的主？你等一下，你又跟我说你老公骂你了。你昨天给我发消息，你说你老公骂你了。卖他一条珠子，他给我不停的发消息，亏钱亏钱。那条珠子，他老公骂他。那个珠子真的是亏死了。这个有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13颗就13个，多多没有给你挑。我们是这样，便宜的就不用问他，大户还得问当家的，要不然是挨揍的。算了，我不相信你们说的话，我也是吃了你的这个橙子，我也不好砍价了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是，这个它确实颜色好，你看。这个有瑕疵的，这个小的也没拿给你，这种颜色淡的也没拿给你。这个在自然光下更好看。后面你看一下，有白翻白面的我都没有挑的。就是白马牙，就是翻了一点点小白面，然后我就白肉我就没有要，就这个吧，这是新的，行吗？800一张，不行。13单了，要多少钱了？你可以存4分钱了。你老公就1000一个，我告诉你，就1000一个。你老公经常存4分钱，你要背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不知道，你去问他吧。我让你自己留个心眼，再加一点，我也攒点4分钱。要过年了嘛，我也得去打打牌呀、啊。行吗？你加一点嘛。800一单，就1000块钱一个嘛，一个加5块行吗？805，加嘛，你加个50嘛，什么5块的？5块够了，一个5块，13个多少钱了？可不少了，可以喝很多很多的奶茶了。不是，这种是颜色特别好的呢，你看又冰，颜色又红，真的是景红颜色了。14465块钱，整的11000给我，不要，凑个整，就这样了。它这个料子的颜色达到了冰景红，特别的好看，而且颜色肉质特别的干净，很好看的。喜欢的姐姐，就这样了啊，送条链子给我吗？我给你挂一下，你不用挂，我知道很好看，上身的效果很漂亮，好看的。毛衣链也可以，这个就是可以拿来过年嘛。哎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过年的时候，这种卖了太低了，真的，我老公回去要骂我呢。钱我转过去给你了，10465。妹，让你给我加一点点嘛。可以了，下次都帮你买眼货，一样的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是现金买断，可不香吗？是啦是啦，看在你现金的份上。喜欢的宝宝，冰景红的福瓜，呱呱来财，福气满满。评论区留言告诉个认识，805块一个。